就是拿这个奖项的歌手必须接受一个考验，要在我们的舞台上用清唱的方式来展现一下你们的唱功。哇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很期待。那这样子好，我们四位看是不是好声音好，我们先请我们的香港好声音好不好？侧田，侧田来，掌声鼓励，来请侧田。今天的音响这么好，大家仔细听哦。好吧。跟信一起合唱，顽强的在狂风。